这个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太贵就放下了，后来临走的时候心里有点不甘，然后跟砍了砍价把这三个都买下来了。这是我这次淘的最喜欢的东西，茶道和花道的一个教室的牌子。这块牌子大家看一下汉字。昨天去了京都古董集市买了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来看看都是些什么。首先我们从小的开始吧。这是一个小油灯，还没有巴掌大，特别小，配件很全，倒上油应该就能使了。还有两个杯子，这两个杯子呢有网格的这种花纹，倒上水以后会显得非常清凉。这块牌匾上面写着卫生银新会教室，茶道和花道的一个教室的牌子。这块牌子大家看一下汉字，还是写的挺漂亮的。这是一个铸铁的小风铃，总在挂在我们家的房檐下边。这个东西就是我俩的风格，工业系的，应该是一个维修什么的一个放大镜，这是双层的放大镜，玻璃，手感非常的厚重。这种放大镜在店铺装饰的时候非常出效果。一个粗犷的手型的雕塑啊，一直以来就是我个人哈特别喜欢这个手型的各种东西，我自己也收藏了很多，所以一般见到，这类的东西肯定是要收的。这个宝瓶特别小，大家看到了吗？手拿把捏很舒服，非常小的一个宝瓶。这个古稀茶褥是非常好的，它是清代的茶褥，大概是江户末期从中国进口到日本的。大家看看后边是有一个，这后边是有个落款的，手感非常好。这件东西在集市上其实是挺不常见的，被我赶上了。大正时期的一个木雕的猴子，还有一个玻璃头，玻璃头就一直以来也不太敢买，因为不好发货嘛。这个就是想还是自己用吧，我们一直就非常喜欢。我想大概是几年前，有六七年前吧，从泰国买了一个，小心翼翼的从机场抱到家，反正一直就觉得玻璃头特别有装饰性，也非常喜欢它的那种样子。这块砖，店家在我的电子手写板上详细的画了一下，因为他跟我说了几个词儿我不懂，后来知道他是在壁炉上的一块砖，当时还拍了一个录像。这个故事我请教的历史老师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个情节，回头我们专门找时间让历史老师给大家讲一下。这两个是我出于儿童趣味买的两个小玩意儿，布做的，布和棉花做的，很好玩。还有这三个小雕塑是19世纪古相学的相关的模型，据店主介绍呢，这个是大理石的石粉制作的。这三个东西我很喜欢，价格也挺不菲。这个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太贵就放下了，后来临走的时候心里有点不甘就过去，然后跟砍了砍价把这三个都买下来了。也是这个东西很多人看都没有购买，我估计也是因为太贵了，然后我过去的时候还以为没有了，一看还在那儿呢。这是我这次淘的最喜欢的东西。大家看一下这个桌子吧，这桌子我原在家还有一个，这是放在和室的，它是这样能看到吗？它是可以折叠的，这四个腿可以折下来，大家看见了？然后这样放在和室上，就是一个类似托盘一样的东西，就这样的，然后也便于携带。这个腿立起来是个就是小桌子。应该是大概40-50年代的吧，状态还是不错，就有些旧，然后这个结构还是挺好的，特别完整，就木质比较轻。好，我们这次大概就说到这儿了，然后其中几样东西呢回头多截拍照再发到我的网上给大家看看具体的细节。